实际上我跟你说啊，从你就是我是当总务人事部长，你给员工好点儿，给他就是好点儿，工资提高提高，真的。听说今天的我住片头是何之梦员工们的私心。真的？啊？小男友说他媳妇儿说的算。哦。给媳妇儿回答。说实话，他怕老婆没了。站起来！这能说吗？这是能说的吗？我说实话。说实话。实话，我就怕老婆了。哎，怕老婆对了。要不然的话走错路了、哦、老婆带我正路、哦、真的、哦、你看你看、哦、我估计是对的，看老婆是对的，对吧、嗯、肯定对，那陈建亮做的就是对的，对是吧、嗯、而且这位有趣的大爷就是本期的主人公安达壮一，因为和亮叔有着同样的特点，所以成为了我住的主持人候选。主要想问您愿不愿意做我们的主持人？可以啊，过去了，哎呀，可以，我没那个能力。哎呦，那真是又回来了。真的，但是我也愿意。安达先生最终能成为我住的主持人吗？现在是一个交通发达、人口流动激烈的时代，一个人为什么要生活在那块土地，一定有着很深层的理由。变化、嗯、一个是这个、哦、马安达的这个让我带着、哦、然后呢喝不喝不知道，反正是哎哎哦啥没事哦在了吴妈在了、哎、这位是安达先生的儿子吴妈安达，一位美食 UP 主。晋江第一日本人吴妈安达和老吴妈。退休后的安达先生经常在儿子的探店视频里客串，有着丰富的出镜经验。老年痴呆了吗？差不多。嗨，大家好，晋江第一日本人吴妈安达和老妈又来了，老妈来了。好几个老北京哥们儿推荐我一家北京特别特别正宗的卤煮火烧，对，让日本老头也尝尝正宗的卤煮，好喜欢吧？爱吃，哎呀，特别爱吃是吧？好长时间没有吃了嘛，现在已经是流口水了。今天他们要吃的是让许多外国人望而却步的老北京传统小吃卤煮火烧。真鲜，卖微西，它不是那种光有咸的那种味儿，对，很鲜，确实很鲜。不愧是北京老炮推荐的店，不卖。一开始让他出镜啊，也是一开始他有点抵触，就是人怕什么出名什么，对吧？然后所以后来弄完以后，我发现给他找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兴趣爱好，天天联系我，下期去哪儿拍？后来我问他，哎。这次我看了，就是粉丝的那个评价怎么样了？老吴妈是想当 C 位的人，你知道吗？让他当配角，他不干的。四十多年前，当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时，日本的经济高速发展，
许多日本年轻人想要到国外大展拳脚，安达先生也不例外。但他的想法和其他年轻人有点不同。当时在的公司是钢铁公司啊，他就是特别不景气。以后呢，我觉得没希望。后来呢，就是好的，我跟我一起退休的人啊，退职吧，退休不是年轻嘛，退职的人啊，有的是想去美国学习英语去美国，有的是法国法语，有的是英国，有的是德国。我就觉得吧，七十年代末中国还是比较穷的年代，但是我觉得总觉得我是肯定以后有中国有希望。你怎么知道的呢？所以说呢，我也不知道啊。后来呢，真的真的当时这么想的。后来呢，我想学中文，但是呢那样的社会的环境下，想学中文难之又难了，没有北海道，没有，没办法，我拿了那个10块钱港币，在一大堆拿了以后，召唤器或者公用电话，然后呢，召唤了这么厚的那个电话本，一个一个的，中国拉面屋，就跟反正跟中国有的有接近味道的地方全打了，打电话以后没有，学中文没有。啊，但是已经是快少了，就是10美还是20美左右了。最后，后来有一个那个地方啊，亚东书店，他就接了电话，你想干什么？我说是想去想学习中文。你这北海道没有人就关心中国，就学中文。但是我觉得中国以后有希望。他说好，来吧。安达先生来自日本北海道的小城士兰市，据说当时整个城市只有他一个人学习中文，并来到中国留学。真不好意思了，就是我们差不多6:30到6:40的样子。今天是安达先生和索尼老同事们的聚会。安达先生当年的下属们现在已经成长为索尼中国的高管。值得一提的是，节目组拍摄用的是松下相机。第一天很厉害的呗，多傻的那个大区总现在是教育集团的负责人。我一眼就看到了这个机器。对，刚进来第一眼我就看到了，我们都看到了职业病你知道吗？就是看不惯。这是索尼遗传，这个是松下赞助的，所以我们也很期待索尼赞助。回去安排一下。这个索尼遗传嘛，刚才说以前的那个大贺社长说欧嘎桑，中央电视台来采访，西门库都是松下的机器，他一看，大机器，不接受，说问安达。阿呆上你怎么安排？怎么能松下来采访我？换，对对，这样，哎呀，是吧？出场。当年索尼是非常热门的大公司，几乎只有像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这样的名牌大学毕业生才能进入，而专门学校毕业的安达先生却靠着自己一步一步成为索尼中国的高层。开始啊，在他进到索尼的部门是这个广电，就是广播电视部门。对，那个客户都是专业客户，都是单位的客户，这个电视台的。然后现在阿莱康现在虽然退役了，这些人都是朋友。是，因为什么？就是阿莱康非常真诚，跟大家交朋友。是，有很时尚，又是喝酒是必须的。因为我是什么都不是，从开始中学毕业，专业学校毕业，跟东大、工业大学、京都大学、京英大学，还有早稻田大学比不了，怎么办？好好做人嘛，高姿态不行，必须低姿态，学习，学完了以后。我有自己的东西，就可以了，没别的要求，真的。对对对，
对对对，脑袋上一直就在这儿，所以对我就当不了一把手，也就这些。但是一把手搞不定的事儿就这样，包括董事长搞不定的事儿，脑袋上要出来。他在这儿确实待了，你看，人嘛，三四十年的时候，这个人脉。现在跟人交往有什么诀窍吗？没有什么诀窍，就是真心的对待就行了嘛。唯一一个技巧的话，尊重，那就学习吧。我对中国人尊重，学的结果，学的文化的结果。在索尼工作30多年，退休之后，安达先生也没有选择回到日本。他的退休生活是想要更深入的了解中国。他用10年左右的时间将《论语》学习了6、7遍。北京孔啊，国子监，北京孔庙，懂的。我每次到孔庙，主要两个内容吧，一个是那刚才说的是苦闷的时候，心里边有想事儿，想事儿，但是呢，一个是。在孔子的像前面，我跟他心里边，他听不见，我不知道，但是我就说了他，很不容易啊。那个时代，民不聊生的时代，他的那个思想始终在那个人把放中心，没有人比得上他的这方面的人文方面。如果给你一个机会回到孔子的时代，让你见到他，你想对他说什么？如果真的那样的话，他我肯定是在他的面前是那什么跪啊，跪了以后，肯定我想学，把我能不能接纳，您的弟子，肯定不接，不接受。那个3000弟子都是全国的精华呀，叫就是才子啊，才子的。他没见过日本的学生。也是ね、朝廷で見つかえる自分の弟子に教えようと不幸はたくさんあったけど子供の時に父が死に17、18の時に母が死に60いくつの時に息子が死ぬという最大の不幸を味わったけどもそれでも前に進んで勉強をやめなかった那《论语》里有你最让你感动的一段吗？哎呦，我刚才说的有好几段，但是最感动的就是刚才说了嘛，这个九分子退朝曰：“三人乎不问马，馬や焼けたり死長より退きてのたまわく人損なえりや馬を問わず。”就是马就杀了。然后回来用人，当时是孔子是那个当官了嘛，鲁国的。回来的时候就是，用人告诉他了以后，他没问别的。三人乎，就是有人受伤了吗？马的事情没问。这个一章文章，足够我学习那个孔子的精神，真的。一考虑这个，哎，是吧？不由得那个，真的眼眶热了。嗨，其实为什么会这么激动呢？学孔子，老了，这么老的年代，还把人民那个不值钱的年代，始终把人放在中心，了不起，真了不起。所以想到，我又不由得。感动，不错。我第一次，我也没有见过中国人，我认识任何中国人读《论语》读哭了。他的这样的精神，真的给我一种活力吧，所以不想离开中国了。现在72
二岁、嗯。您在中国还有什么梦想吗？梦想的话呢，就是想一直学下去，学到老，活到老吧。就是、我走的前几天，我自己突然觉得，哇塞，我是这么高老的啦。然后呢，没有什么痛苦，就是拜拜，那是最我的最好的理想。是在中国吗？那个时候？肯定中国吧。我们这个节目的最后一个问题，一直都是我们的节目的名字，想问一下您住在这里的理由是什么？这理由吧，也简单，也单纯。这个地方是人类就是居住合适的地方。对了，之前一直问您说愿不愿意做我们节目的主持人啊？愿不愿意做我们节目的主持人？什么？做我们节目的主持人？谁呀、啊？您。我想长命。看你们的话太累了啊！虽然挺有意思，挺有意思，但是呢，72岁的老头和你们那个90后当然不一样了，跟不上，跟不上。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哎，谢谢你。当然，有时候就是有这样的机会。我参与的那个有节目的话，不是固定下来啊，固定下来我受不了了。但是有机会的话，告诉我，我一定就是。谢谢你。耶耶！じゃあ今回はありがとうね。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本当に我感动你们的。我这个老头，离我这样的老头，还上天就是跟的。那再见了，哎，别忘了我啊，就是回去以后也得经常联系啊。好，反正我们有微信了，对吧？微信我给我设置的。好，加，好的，再见，拜拜，拜拜。哇，好帅，好帅，好帅！呀，新歌名。番組に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お久しぶりです。哇，这个是我全部是日语翻译。你啊，整本书全部日文翻译吗？世界杯期间比现在更多吧，应该是啊，全是人吧，是啊，就三美三嘛，杨家坝就发了喽，杰克尼哥 China 有男朋友吗？没有，刚才停顿了1.5秒是怎么回事？